5点吧。啊。你的审批材料是否符合标准？那么如果说一切审核都没有，比如说要上交的材料，嗯，他会送过去。啊。行吧，放吧。我们可能用这个唇语来更方便人机之间的这种交互，或者说是对一些听障人士的这个辅助的这种交流。然后您看这里还有，就是可以精细美颜，这叫就美颜五官。